我好紧张啊。我说你来都来了，紧张什么呀？我知道大家的心情，觉得技不如人，但是不服输愿意拼才是一个运动员应该有的素质。这场比赛我想看到你们不服输的样子。欢迎大家来到龙大队与华星队射箭比赛的赛场。首先进行的是排位赛场，排位赛共两轮，分上下半轮，每人72箭，720毫米满环，分12组，上半轮6组，下半轮6组，每组6支箭，6时240秒。开始前有10秒钟准备时间，上下半轮间休息10到15分钟。给我看一个，给我看一个。等会儿。排位赛结束后，请各位运动员统计完环数后统一拔剑，排名对阵次序稍后公布。中场休息后将进入淘汰赛。怎么会这样？都拿起精神来好不好？外面还有这么多迷妹等着你们呢。是等着看我们丢脸吧？这能力相差也太悬殊了。这次比赛我们不一定能赢，甚至可能会输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赢？是因为如果不逼自己一把，永远都不会进步。傅宽宽，以前耐力差，现在举到最后都很稳。于彤，以前射偏就给自己找各种理由，现在也能沉默总结自己的问题。姚望，以前训练间歇就要找零食吃，可是最近一周都没见他吃过，这就是经验。徐放说的对，射箭不是一项对抗性运动，人这一辈子真正对抗的就是你们自己，要战胜对手之前一定要战胜你们自己。所以现在大家最主要要克服的就是克服恐惧，来一场自己和自己真正的较量。想成为冠军之前，一定要有一颗冠军的心。